看我们放松。这个是正转和反转，正转的话它就是正向运行，这里有一个检测开关，这里这个检测开关是这样，它如果是全自动的时候，这个检测开关打开之后就相当于一个搭铁，这个地方搭上铁它就自动停了。要运行料的时候，这个料落到地下搭上这个铁，到时候咱们这个上面就是连接一个铁放到地面上面，这个地方搭上料它就会自动停止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气泵，咱现在没见，但是见气条，你这边刹车这边只要一搭上，它这里气泵就会，油缸就会拉紧，这个油缸就是刹车抱死的装置，与性质一样。然后这个抬起来之后它就会自己自动运转，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机器运行往前走，它就会把料拉长嘛，拉长它就接着送。如果它这个它不走了，它送着送着它落到地面了，这个地方就停了，前面又会收紧一下。还有一个就是这里乌龟，这个就是变慢，这个就是变快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行，我知道。然后我知道，好了，这个是可以紧着调节的，它不用慢就可以了。这个玩意儿普通肉，对，养的是一个